旁边这位大哥跟了我一路了，从市场门口跟到这里，硬是要我看他的货，我妥协了，我觉得外面有啥好货。干一下嘛，我的都是好东西嘛。哇，确实不错哎，那你还没有更好的。我感觉他们的包都是百宝箱。干一下呀，漂亮的。哇，这是一个对戒哦，一个老婆一个老公，你对吗？自来水的，这款式也很新颖，女款的话就比较简洁大方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像他们缅甸带过来的货的话，下面其实全部都是铜托，你买回去的话可以自己再去镶过了。这个多少钱？两千啊。我给你一个价。多少钱？两百。什么？两百。两千。两百。一个两百东西买啊？没有，你没有摸，没有布的，你干什么？漂亮啊！行，好的，199，两百都不行，咱卖199块，卖不卖？卖拿走，卖。